咱面临一个反攻反击的可能。所以今日收的新版啊，收到这块就要讨论了。还记得啦？还记得收思想、思想、思想、思想。你不是习惯面临生活上，生活上，你不是生活上。这些我喜欢信，本来就是如果你讲我喜欢信。哦，我都为着这，都讲我我把恁姐姐姐个是好难死人，啊，姐个，因为迄个老的时阵啊，迄个老你想讲是迄个什么人啊？迄个老黄黄碧禅师啊，不，迄个老伊伊姐个，伊姐个迄个迄个伊的时间到啊，啊，迄个叫做叫做看你的修为怎么样，不。哦，啊！伊这个都未出票咧，整个超死人咧，未出票咧，啊！就赢未着咧，红火的是火的是，伊上来这个火，这个火，啊！伊对这个火还是搞不到啊！这个火发来，伊又来又又又又，他这气狂又火发，伊心肝叮当起来，你火来通天，你火来救人，哦吼！你出来啊！来来来，跟我看，跟我看，哦，所以你这个当真姨妈什么？都有要哦，放了一千放了，哦，有人买表花是变啊，金碧红，金碧红，啊，不要收敛收敛好，啊啦，伊讲啦收敛不了，金碧红，都超乖啦吼，所以眼睛不是究竟的东西，一件眼镜片，所以眼镜那个矮一样，所以不叫方便，并无所谓同情观。反省天赋，你在生活面的当中，你自身的底部这三样，完色的完，性性灵的性，情很亲情的情，这块两条，但当连锁，啊拿性就是没有自身那稍微出来，这就是偶然呐，这是偶然呐，哦，所以呢，这呢大家不掉，偶然它不掉连锁的，啊拿人列组成。方面啊，走会出来，无不定时啊。你哩自信内底，人讲到一个时刻，到一个，到有一个时阵，到不定时。那不，那那无什么时阵的啦。有时阵内底当中啦吼，叫做有数的。有数的内底当中，叫做时间，有时间的内底叫做对应。这种不是，迄个唔当，咱证明下来讲，无有边关。好，我表白就是讲，因为义务不定时嘛，义务就是时甲定时嘛。所以讲，你自信这块内底当中，因为伊如如不懂不懂的，所以如如迄个内底意境内底当中呢，迄个作出个物件。我想你讲嘛，别那么小气了，真正问题到真正你个房，你讲时间，你无时间啊，我变成笨。泡澡七点钟时，迄汗入面甲出来，迄个时阵，迄无不定时呢。啊，你若头早讲，啊，到十一点吼，啊，十二点吼，啊，一点两点啊，你依然困在个床上，好无闲。你前头讲时间，你今仔早变早早变。啊，你若无不定时，就是讲，你一开始困入面了，一二三入面了，到你七点了，到几点？到几点？迄汗叫做无不定时。啊，咱的祖先的参详，迄个无不定时，就是讲他没有时间，但是一如如就是咧运作，伊个死哦嘛，那死就出来跟随啊，我讲就讲啊，我死人变个，伊都变个哦，伊死个搞都变个哦，伊是无不定时，但是唔是一个死人呀，是因为一如如一样，但是他说的是，如果咱世间人比较想看咩，迄个如如。咱世间人真闹是爱不了，世间上未解上好的药爱不了，你听。咱台湾真讲吼，一工人吼，讲未几千万只的迄个爱不了。台湾甲台湾的吼，真闹是病，真闹神经啊，神经过敏的。啊，所以就是这样，因为咱无同意你心方，咱无同意你心情方。咱的想太侪，咱的烦恼太侪，咱的行为太侪，咱的对立太侪，咱的无明太侪，咱的烦恼太侪，咁是安尼，同时，所以咱
咱一定爱到不定时啊！以前当年弘一大王二十年所得心，弘就是帝弘，即是大王台湾。你一年一当时修二十年，即当年所得心就是讲以所即、这个所得心的解释叫所知多心。那么有两所得嘛，以你过去学的物件叫做所得心嘛。我想讲，咱听不懂，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哦，你一个行那位，行那位，行那位，啊，我的意思，哦，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你想讲，你今年吼，你这个人生目的这两个，哦，尽量也能这两个，这对五千，哦，一年一年报税嘛，但是一直想一直，哦，一直听好，是不是叫做心怀爱国，一直听好。伊无执着你过去伊学者学者，伊是爱物件，就是讲我听我爱物件，懂吗？他就不，伊说这些懂吗？伊无执着你，伊过去爱物，当下就开悟。你想过去应当来说，那我们进入快乐想说，那我们平时想说，那我们进入，咱进入那个不一样，啊，为的是那一行业的稳得。但他们那个作品不会拍来做，在同时，那么下面啊，他那个那个是台湾，啊，所以呢，那么有点嘛吼，你过去学的，伊今日伊拢无收着，因为不知道，伊呀，这个部分啊吼，这个部分内底当中啊，应该是，他一个唔是真正伊的根本教材里面，好像一种传说啦吼，所以来变好情况啦吼。伊即个对有一款哪呢？有一款迄个了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，伊即个对有一款迄个哪呢？真如南天的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。对不起，这里我就讲完了哈。对不起，这里讲哈。第一方法，所有朋友有听到声了哈，你的朋友有听到声了，红线珠得到了了哈。地红的后尾是哦，对好他哦，啊开话术的，就是讲，伊个方法性的这当中呢，伊得到咱六祖伊的这个正法了后，伊更加好话开话。必求必求你，求佛你，求佛性命，该素质是这个，好，这是因为南京话来的，哦，南京话来的啊，啊，这门不怎么好，哦，今晚就来哈，一经蒙书文，一经蒙书文，称为义记，称为义记，下马云的，下马云的，和尚分的好。书文，莫不会混乱，会呢？所以混乱因地，书文和尚的所修之因已无比转，书一句，哦，有哦哦哦，因之是要我离步，是之一，二三，见山林不落。见山林，我无去攀船。苏锦色独地，船应手而出。执意为敌，奈石为官依旧相。奈石为官依旧相。啊，就是因为咱读作为的，吼、哦，有一个当中啦，吼、哦，那有一个啊，这个修炼的这个必修啦，吼、哦。但是伊这部分呢，伊无伊是无直接讲啊，到底是这个经，哦，应该是讲十波的啦，吼、哦，然后经理应该是讲十个分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句话就是，伊查甫即个一经
文殊文啦吼。哦，那这个一经是什么人哦？哦，因为咱今天学校的这个这百变星的来电当中哦，应该是讲咱学校加以做一个主干哦。到底这个经是当时新修一个梦境，还是人做一个梦境？是这个人是叫人过来问讲，啊，到底这个法是什么人的？是不是讲今仔是新修定，还是迄个叫恶修啊南宁，是不是慧能定，还是个时阵啊迄个新修定？哦，因为这个人啊吼，啊无直接标出着讲啊，到底这个人是什么背景，有无这物件啊？但这个部分，互咱一个猜疑。哦，到底这个经，伊是要来读？要来看讲，到底正法是甚物人定？安尼啦，伊就问这个物件。啊，咱若做规定，讲了就水就对啦吼。哦，就是讲，一经问师父，问若做规定啦吼。伊讲唔怀意志啥人定吼？这个唔怀就是何做？这个意志，这个意志作用的，这个意志的传承啦吼，传承的物件吼，传承。穿行的物件哈，穿行的物件，咱来讲点就是，寺庙、寺庙，也是咱解释寺庙。咱来讲点的，迄个呐，咱来讲点寺，迄个寺庙。咱来讲点就是，迄个传承即个作为，完了掉了哈。这个意境上的概述，这个传承周围古庙，因为你今日咱这边厝，然后这个素基或者古庙了吼，这边厝是袂够咩啦？那咱做袂好，如果无故遗传本体，啊，素是袂本身，感谢呢，就是讲咱的本体。但是因为今日咱是安怎，咱一贯而作用是这个传承。马祖重视这个天命，哦，这个天命，天命，这个天命传承、传承，所以这个传承重要。所以，迄、这个合照，哦，咱平日的时阵，到些人倒的时阵，但是咱有一个。家己生煎饼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大人知影啦吼，啊，这咱落下条件吼，伊甲咱先生讲，讲先生呢，迄阵就先生就听你啊，马上就你这边，我吼老煎饼，到底我都得病吼，我得着一个设施呀，你这个设施你听好无？吼、哦，如何设施？吼、哦。黄色啦吼，黄色是开开它，面出一支温红来啦吼。还有迄个叫啊，这个乌红色是，这个色是的意志的，像我讲，咧开着咱啊天官挑战色是。啊，这句话解释就讲，老先人传花烟就是，伊的传承就是色是，就是讲伊的天命传承伊的手，安尼啊。啊，是唔过呢？那别提了，我都提不出来，因为我提过都提不出来。我们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感情了，吼、哦。咱就是讲讲这个所在，咱能了解物件。那恁今日作用，我作为从何来做的？这个你开玩笑。那么然后东西，你心是为了对方跟骨子亲完呀？你对心是，你好物件。啊，心是就是告诉说啊，哪一个贡献？应该唔系意志，就应该是爱心是定得对啦。大家嘛会想讲，一定要做一点。但是这个意志，这个意志啊，哦，这个符合意思，这个意志啊，咱一定要了解，哦，意志，这个志，就叫咱一般叫做叫做口志，哦，然后天命幸会，幸会这个。这个气的气。
所以呢，迄个时阵，得唔得先做，啊，得唔得开开始呢？所以咱今日咱祈祷，伫咱当时老天爷倒的时阵，会是一花，咱干活这里，会是一花，来干活这里，会是一花，迄个叫大义，神主席，神主席。你说咱当今人有在咱麻烦，规个礼拜，咱唔怕咱这点外事，咱要帮什么人？啊，什么人的意志要帮什么人？哦，很难掉了。迄阵咱这点外事，咱纠结人，他们咱当今人，这人这出去啊，你个利益受损，哦，安尼哦，啊都帮什么人？你都想了解，哦，啊都你讲掉翻这个。人是小后学的东西两方面的漏，咱的人是不为死破天惊。我老天爷，你还会挖什么人？我老天爷，你还会挖什么人？你听我，所以呢，给你三十个难度，一挖挖老天爷，一挖挖老天爷，一挖去挖神仙，挖了你和不去挖吧，直接跟老天爷的传承。那难明白，多见面的难明白，多见面的难明白，多见面的难明白。好，大家你听我一说，这是为了传承。人这不是对一个照片摆的一个谁个的，人家对老建人是孝人，老建人、安建人、旧建人，直接一管人，这种问题方面要做到方面，所以老建人是孝，人不必，哦，根据是怎样，能再现。啊、所以呢，你完美的意识，只能去第六节这个物件，非常第六说的，非常第六节的物件，就是我说的东西，那个无极天，那个这些东西先修过，无极天的时阵啊，啊，被叫的时阵啊，那个都先修，哦，来靠修书啊，来个说法，伊讲那个贡献，那蒙古一个，六祖的言。慧能大师啊，哦，因为伊唔爱伊个法，就是一气的，伊嘛唔敢讲。啊，那当时，迄阵个武则天请个智贤，要去到南方啊，请做，好无？但是伊个当个做干物事，伊个干物事厉害，正月来对啊。哦，你有在偷听话啦？那做伊讲，啊，今日你有哪有卸妆？你哪有卸妆啊？这种你听无？但是有咧去偷，迄个偷换啊，来咧偷换个，来偷换个，叫做现场。哦，那做伊就讲，伊两个迄个之前就讲，唔是，伊讲何不是，伊讲出来就唔是啦。哈哈哈！对伊啊，无讲就是啊，但是讲出来就唔是啊啦。哦，所以咧，伊两个要请，这个等于讲，根本伊个讲着伊个经验嘛。那时候，没有那么高啦，对不对？那把钱皮，伊买不来去啊，不晓得搞咩啦。伊人在那个做保险做下来，他们就是休假，人不来去的多。那么你做保险，那么来，那么爱这体力，那么爱这身体，啊，所以人家当中嘛吼，这个六祖慧能，伊确确实实得到五祖五脉的意志，啊，这里头。但是心两边，书文老早就讲，哎，我看嘞，为佛法的人的，那佛法的人对啦，那佛法人。但是后边这都矛盾哦，心文和尚太平哦，啊那安尼讲个心灵这个是说的，老早就说的，伊安尼个讲，伊讲，书文矛盾不嘛，伊心不不连矛盾。怪怪哦，都下无法来人去，但是其实这个物件讲到不对，哦，下无法来物件，迄就是一种经验无法来人去，因为经验无法来物件，不是用语言来去表达，迄叫做心境法，无法是用着文字啊写字书本的物件，哦，性灵的兵文言。性格的兵也不是谁，那个目标。
了圣灵的灵言的实相，你甲我互我。所以因方经二十一分，你分有错的哪讲？不，无说话的，说话的，说话的，我问一个问题。哦，伊安怎讲？你今年如来有所说法，即是不分，不能概括说说话，说法者，即是无法是个说法。无法可说。不能说我爹，不是我爹，是我爹。是有人在讲，讲我不能讲法，爱是我不，你看我无去。这个人听你讲的怪怪的，我不本来就是真的不太，我来不讲法。但是爱怎样？其实不能来这当中，一定他说法以为真法。说话无错，伊讲话咧也方便，伊句也方便，应机而说，伊无接伊个话咧，伊无接伊个说法，只要心内回归清净。所以呢，不能二十二菩萨位咧，这当中第四十个菩萨位能够回向位，而且叫做回向位，对不对？我听。回向位。我听你讲。现在回向，你说我讲起来回向到一无所有，你为啥接伊哩有一点点啊？那安尼当中，你要进入了十地、初地、第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，你是进入里面。你要看华严地，叫做初地菩萨，叫做初地菩萨、二地菩萨、三地菩萨，这个当中，因为你靠第四菩萨为了哦，你回向为要回向什么人？大地的众生。你今天你是一个不菩萨，你今天到这个说法，到进入这说法，到进入也说法。他的问题是，因为你还是你心还有空心，空心干呢？你的心阿无清澈，你的心阿无光明，因为你在做分别的，还在做分别。不离经无经，离地人分呢？有话来讲，如来心地心见，是殊众生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也无佛相。所以讲，欲心初相，即叫我人众生相。若出不相，即叫莫言众生实相。可以讲，若出非不相，即叫莫言众生实相。是我如来常说，你念必起，念我所说，不相应相，何方无碍？无，伊讲白啦，讲我所有物件都未生清净。他说你心有处得一个相，莫相言相，众生相实相，要造出来。你个见得一个法相，你能见得方法见？一个经理节目来讲法，阿弥陀佛，明明你讲法，但是讲的未生气吗？阿弥陀佛，你讲未生气，你不会知道你在说谎，你说谎就是你的心已经未清净了，你的心的当下说当下话，当下说当下话，一点点不会知道，这些不怕的呢？但是那众生的意见，那个是讲道可以的，不能。欲出法相，即叫莫言众生。可以讲，听好。欲出非法相，即叫莫言众生。即，什么叫非法相？含空相，你就未使接近空相。空相，什么叫做空？因为你的心出相，把你个出相叫做有，那叫做空相的物件。但是这两个已经空起来，对不对？心嘛，不是接相。那好多迹象，安尼叫做空对不对？但是你讲你这个非法相，你得舍得那个接，迄个两个空的空。啊，我想讲你听无？你去舍得那个接，迄个心出相也无去啊，我出相也无去啊。啊，你硬空啊！啊，你去舍得那个接，我也硬空啊。啊，你讲听无？你就是一直你得苦到那个去接伊个两个空，无对。伊唔是直接个空相，但是伊空相个物件，对恁人到即、這个到即已经拢有五十半道，阿罗汉半道拢有即个所在。伊是讲哇，有即个物件，我对心嘛空啊，阿凡啊空，我分这么多，我得进两空，两空之空，两空之空啦，啊叫非法相。或者安怎讲，你已经必须依我说法，发生应下何方非法？你这一九八八年，听我来讲道理，我想印象，
欲心出上空啊，欲望出上空啊，这个有功用的物件。何况处着比我上空，迄、那个空相应该爱想，何况有我，这就是分析道理嘛。虽然今日一定要掌握，因为分你不靠分两种，今日咱较袂，咱会前后会做矛盾。明明不能讲话，太不不不能接话，那一定一定比较生气咯。啊，你那个意见不好，他是那那一定比较生气。我想讲，那你就感冒些感冒也顾客，你可能怎么搞？你何必讲啊？这边接叫身边，接身边听我，我怎么搞？我这边想你吃感冒药啊？啊，吃个些辛苦拢破病啊！啊，好得好啊！你看这个，这气都来吃，哦，所以重心就是放下他，放慢，放慢迄个物件，哦，所以你我拢放下，我想讲，你没有办法放下，放下跟放弃是不一样的，放下跟放弃是不一样，放下跟放空跟放空是不一样的，这等于人来讲不一样的，放下等于我把一件事情都放下，放给现在。但是你就是哪，还有一个责任，还有一个关系。放弃就是完全都无去啊，含不拢无关系啊，一点点拢无通放到无去啊。哎，修无法修，安尼来后面你就变成啊，你就变到锻炼空气，你即边锻炼空气。所以明日一定要了解，咱只能咧修在想法，是咧修心物件。哦，人观察观察，宁可执有，宁可执有啦，如是密啦。不管执空先盖起，有这句话无？宁可执有啊，听好哦。你若我都先甲大乘观哦，你大乘观念就你无，你个人在咧讲到哦，宁可执有。心所密，不管虚空，心盖心，这部分是哪个意思？念刻即用，心所密。这个叫做心好，有生命。这个叫做心慧，这个叫做心好，这个叫做心慧。现在人都是执拗，世间的人拢执拗，但我这嘛是，这句话是咧跟你讲啊，你无法从入去讲大乘法的当中。你唔捌什么叫做大乘观的当中，你唔捌什么叫做空有不离的道理，你唔通离遐的当中执迄个迄个啦。你不管执空心盖起，不管执不心盖起，等于讲到尾啊，你道理都连一点点都没有，连一点点都没有，你靠什么弄？虽然你要修大乘观，你修到解脱法。唔过你修到尊结嘛，但是你袂当入于迄个大乘法的内底当中，袂当入，你都唔去修这个物件，你写到倒来，任何执有书先书，所以来讲，我有足大福报念内底，所以就苏弥山嘛，哦，我修福报是把这苏弥山来打量嘛，伊在咧讲讲，咱今日修福报好物件，但是你若执空。到未来当中，你存一点点啊，含一粒白质都无。不过因为你今日你来当真正去了解空有不离的道理，了解大乘法道理，七过三千两千七百七过。我比方讲起来，三千两千七百七过，十亿元地球，下迄个七过啊，一个都放袂下。好，是安那，因为今日你无去接触。你今日了解空有不离的道理，你了解大乘法的道理，你无去哦，你哪
你真正捌物件，你毋是捌物件，即是爱做爱做错的，因为咱想代是爱做错的。今落雨啊，雷击破个物件，啊击破物件怎样？击破袂啊，空空荡荡，击破袂就直接变。好，我看伊想要，好，我就做个比喻，你个只表，你一点水。一点水啦，一点水就是啥？就是因为你一点，因为你甲这个心叫做执，这个执做红灯，执这个执叫做我诶，叫做执面我诶，我执面这个空，执空执面这个空，到尾这段变成啦，幻灭。外面空，外面空气，因为你还不是上高空气啊，你才证明这空空的，所以这话讲无，意思是讲，但是你若要接空呢，你若落入这个空色，落入空色的道理呢，落入空色的道理，空色清净无量的道理，清净无量。你这个空性发解的，长期空性发解，就参照讲，你这个水，你这点水当中，你家己浸入我来，你这点水，但是这个水内底，你讲是把这点水当中，我把倒去海底里面，含海底结合在一起，啊有无？就是等于咱讲，比十亿人的七倍较好。因你这个自性就已经含在福田合作伙啊，合作伙啊，你已经我来发解，发解就是我，就参照你已经上面发解发解。但是你若即空，即这个空，你家己即点尔，即一条水，但是即条水即条咧，你看即一点水尔，后边你看剩一点水尔，迄水后边咱叫咩啦？你看点咧？我叫伊来吸收了了，阿弥陀佛，很多，所以他修完了。好、哦，但是你下面把这点水拿给你，容不大海，安尼你一定一点清净发心，你一点无量发心。但是你若这个修未得，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若一时间看不足，你来修着这个执着。你像是讲这不对啊！你听我，不是讲这不好、啊，是因为这个你功夫无够，你后日去接看了后，变成接不走无去。伊讲你呐，这个开未开，这个无了，甲伊望想这个无去倒倒来，宁可来讲，宁可你想倒来接有，你嘛后则大福报，小事你生则大福报，不可你爱乐乐乐怎样？你不能修得太大吧？你不能修到解脱，一念呐。你还在轮回，也在轮回，这个人条不？嗯，应该该是人的条了哈、哦。我喜欢你好，我不要轮回。那我看你活了，不做这个，我不做这个，我做这个很了了。那人在那里供你可以，你都供我听，主力把它供我听完了，你把它供我听，那叫做哪？那叫做轮回，那叫做助性。自信，流露就是讲，因为你今仔日下当话，不话者，你流连自信，你流露出话者话者，你唔能讲啊，不唔得，硬讲不后边了，人一定系蒙着你，后边就蒙着你，你该讲巧。哦，啊，其实那个讲者，我发来物件，处理不精容易不卡，你今日发来这当中处理不精容易。你会当体验偌济，你会当了解偌济，你会当心受偌济。所以硬硬学就是学这物件，啊，所以呢，有人来讲，我不，哦，我不话就是我不成功。虽然伊唔是讲真正变当无法咯，伊唔是真正迄个无法，迄个不就是讲假咯，迄个不就是叫假咯，不就是假的，我们来做。佛就如甲个开心哦，一佛开心
个条件内底，当中还是叫做四大叫做海鲜。哦，那海不能意见，四不能意见，五不能意见，六不能意见，海鲜五不能意见。哦，啊，不就是这样。哦，这个答就是讲，我全清，我全清楚楚，我了了分明，这个答就是这样。那你清楚，你了了分明，你家己知影。你家己知影，但别人知影唔知？你知影都别人知影唔知，何必有关？你会解脱，甲会解脱，通别人有关系。所以咱咧讲讲一句话，我甲你再一谈，阿高看法，我阿若甲你吹一道，阿考办阿吹千万考，你家己活动，听我讲，哦。这个角不是用母语言讲出来的东西，不是我母语，不是你，你能用你的用语来讲出来的东西，那是用你自己自信用自己的感冒体力，所以我是会说如人饮水，啊，后面我来说凌乱处置，那么你要反击，不是说你要反击啦，你要处置啦，好，那这个就要告诉你你不要烧，他们把它磨翻了，你给他。啊，这道理就是在讲啦，你给他喝的药，你贴膜膏的药，他把它磨翻了，多少摆他把它磨翻。所以建议，哦，因为符合共和你讲，其实这是你自己干，其实他找不到你磨翻。我你说我说不是我说，啊，不然就是不是你能把这里我怎样？看来这个吗？恁囝读册做项目，恁老爸读册，不停读博士，博士成功做诶。博士讲无一定有法当顶个工作读差不多，无一定呢，无一定呢，无一定讲伊囝博士有法当教迄个工作考掉个博士呢，无代表安尼呢。然后咱讲款啦，讲啥物？讲啥物啦？讲啥物？吼，讲啥物？啊！你生古文啊，到处在那讲，有一句，他到处在生古在那讲啊，就讲今日你，哦，个别阿囝，个无阿囝，迄个一年甲多囝，一年个无，迄个低，即低价，低价，即低价，个人无现象，个人低价无现象，因为个人是在处于不同迄个气质来到这个世界。造成的因缘不同来到这个世界，那造成个人意见同学校，安尼唔好，每个人或者意见每个人做出来，偏偏一个人想要差钱，不能差钱，连内心世界都在矛盾，都在分裂出来。好，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合法，咱唔是咧跟人比钱计较，咱唔是咧跟人比地位更加低，咱唔是咧跟比。要吃到几百块，但是要不少。那这地就是跟阿弥陀佛，这个你这个会干，你若真正有急，这就成了。其实你未来你拢免那毛的，你包括世界，整个世界你免那毛。不管你话无事，无对你嘛，无罪过啊，无敌人啊，阿弥世界。哦，这情况，那这个情况，啊，情况就是有量没有量，那个情况，那这世间有量无无，那这世间的量，万一你往到咱这里来，你也不错啊，话给我带到自己过去，好，接着就变成开始一点一点，啊，啥开始一点一点。当然，因老爸甲因老母早死，啊，这个囡仔，哦，细汉，甲因小弟仔，都互伊个阿叔、阿叔管来饲。但是，迄阿叔、阿叔，甲迄个囡仔是相差在二十几岁，啊，迄个囡仔一百八十几公分，啊，大汉起来当中，迄个欲望，迄个欲望。他就慢慢开始往上，看着我，
我呢阿进吼，啊，生得出息都袂歹，啊，就咧谈个阿进个当兵，谈个兵。我即个当兵吼，当场阿进，迄个去对，伊咧叫阿进，伊阿进无答应。有一个当兵出来跑路哩，我跟阿进拢同人。我上面我一个姓红的，甲姓徐的，甲一个姓周的，我看袂出出来。我看到东阳，看到的时阵啊，迄个都，即个少年家，阿甲，和迄个四十八岁迄个都，啊三四十岁迄个阿进，哎呀，哎就哇，因为伊个啥吼，人讲的时阵啊，迄，迄代志啊，死得真了了了，我身边人讲，人讲。刚刚在讲一丝不挂，那个那个有刚刚讲安装安装安装，哦，安了掉了吼。啊，从个面怎么弄怎样？但是暗算，这个阿杰，去咧做头鬼，也不来想讲，没有怎样。但是我知，个四个穿得了了，都无得讲个未使。他讲明了吼，因暗算话轻呢，一转变个高危险的，这个效应计，转就变成个小的。啊，小梅当中迄个鼻啊断掉，啊，他袂流鼻子，啊，他上帝，上帝迄个病，但是迄个怀恨在心，一直是袂过好。我今日哩好可怜我安尼，都变成安尼，后日是困难迄个受委屈。我阿面小弟有了，因中国代表，迄个较早迄个世界大战闹落来，就讲兵器，一点一去个钱啊，哪里有钱管理？你有一个管，你有一个管理，啊，都有一个管理员。啊，即方面是，我头尾叫倒去排排后几个，伊怎呢？他们小弟两个人，所以叫个管理员帮我读书。啊，读书当中吼，伊个民宿是，啊，民宿是个当中吼，有变成讲，伊个人廿几千，啊，廿几千个，个当中都赚了千几，赚千几，伊都啊无，无满意，啊回唱歌。在唱的迄个面顶个听袂到，啊，因为当中吼，因为是有分班嘛，这个叫开始了，搁一个戏的后吼，伊了分班，啊，伊就是戏的当中，我们叫迄个，搁一个分班的校园当，迄个设施啊吼，迄个设施也另外，迄个设施以前的设施就，你不好用也是袂使，啊，伊问他拍一枪，啊拍一枪，伊过来要个报事情，这行业无啥物。什么是活活受罪？当下拍是青年，啊拍是无拍死，啊二个月嘛输血过多嘛死，即开始展开报复就是第一批阿叔，因阿叔看到伊阿青年，阿叔跳窗门走，啊因阿叔就是看到他们一个十八斤啊，迄十八斤啊，伊是看到迄十八斤是亏钱，我迄十八斤啊拍着伊个腰部，因老母往回去嘞，对面阿公你嘛拍死我去。你袂使跑真紧啊！啊，但是伊还开过来嘞，要开嘞，佫开袂落，到尾嘛放弃。放弃了后，伊从去酒家、房家，啊，甲徐家，伊过去就甲算到尔，一家一家去抬。拢总安尼，拢总安尼，为着即件代志，我抬二十几个，我死二十几个。嗯。哇，这二十几个了，新闻做欢喜，我昨下我听你讲，所以咱人啊吼。一个无名的当中吼，啊，做成了无人认出，三下有当讲出个啦，讲安那，因中个来讲出个话，讲变心偷啦，啊变心偷啦，啊当心杀啦，那是无人讲，讲平啦吼，平啦吼。平就偷了哈，折了哈，平折偷了哈，哎，平折偷了哈，偷了哈，啊奸了哈，折杀了哈，你们要来出的，平折偷，你不杀你不偷给人家吗？你今天去讲中间，一年一个，这些人你还当不杀？所以化解当中，我们讲不，我心痛。啊，所以别人一说啊，对，这当中，这就是啊，这就是失去了理想。
啊，是伊个爱伊个心啊，就不行，伊嘛就不行，跳别落去干呐。所以心好的，对，不要就是心，不要那个哦，心想，那就在迄个啦，迄个精力也好改的对。那安尼当中，当然啦，就是一切皆属物改的目标。之前来搞工业，搞工业，你是要消灭的敌人。那所以今天，等等，好不好？